都下去吧。 安清绪，我以为我这辈子都见不到你了，我一直想问问你，我不是当初我以郡主的身份求皇爷爷下旨逼迫了你，才让你厌恶起大唐林家，才恨了我，才让你去跟随你父亲谋反的，对吗？你说呢？若真是如此，我发誓，我可以放弃。 我可以远离你，我去求父皇，给你加官封爵，你不要再谋反了，好不好？哼，我不知道该说你是天真还是愚蠢。殿下，时辰到了。 剖心剖肺，就是战场厮杀回来的勇士，也没几个受得住。所以一会儿，我会先一刀将你毙命，免你遭罪。你真的要亲手杀了我？我总觉得我们不至于到这个地步。我原以为。 你就算讨厌我，就算不喜欢我，安清绪，难道我对你来说什么都不是吗？